这人们刮痧了，刮痧。你抓了什么吗？立的还有一个还真没有学过。挡机。对啊，我也想，对，那个好像想不出来，就想不出来，被我骗了。我就说那个人还好，还听得懂，他说没事，刚那鸟就飞下来了，是啊，那鸟跑出来了，那鸟都跑出来了，很烂，走，下一个人，我也想，不在这里没有、啊，好啊，去吧，他下来，他要坐这里，最多下来要走这边啊，好吧，好吧，爸爸去尿尿。完全不怕的，对。那个毛都漂亮，你要妈妈你跟上来了，接下来就跟上来了啊，你是胖的种种，他抓你了，胖的种种，你乱讲，哇，一下鸟哎，对呀、啊，拍什么？在拍什么啊？他飞来飞去不拍。哎呀，他跑到前面来哦，他不怕人。哦，过去讲。小鸟乖乖的来，不要离开。哎，上面有松鼠。哇，好几只哎！松鼠又下来了。上面有另外一只。看到啊！哎呦，跑下来啦！那只，那边还有。等下看到一只，不会。小松鼠，你不怕人？小松鼠啊，你也不怕人哎、我磁铁啊，装了不少了。啊，那是三林溪的空中走廊。三林溪的空中走廊。三林溪的空中走廊啊。走，往前走了，就是用那个山坡那个阶梯上去。我们要来走这个空中走廊，啊，现在时间嘛是11:20，我们到达这个地方。
啊，由此上去。那就行，你去这里就接近那个感觉了。啊，已经到了这个平面道路了。现在的时间啊是11:25，我们来到了这个空中走廊啊的入口处了。看到了，这里离神木区哈还有770公尺，森林探索区啊，草原区。来这边看过来，看过来，好，好了，看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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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往前走，不用走那么快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来，两个人在一起来，两个人在一起来，来，两个人来。慢慢的，来，来，啊，你等一下帮我拍来，来，我让他过，让他过，让他过来，来，走一圈3到5分钟而已。就现在手指往那个拍照那边，那边走。这里是西陀的空中走廊，我们到此一游，赞 ，OK。今天是106年的4月3号，我们到此一游。拍照来看这边来，哎，两只手打开来，哎，两只手打开来，
摘一张，摘一张全身的。OK， 好了，走了，往前走。看过来，嗯，好。绕一圈啊！我们贯穿的贯，我们绕一圈啊！皇冠的冠啊！就是为了一睹这个它的风采哦，走好几公里。OK。半销毁。没有，半销毁。我们在这边休息片刻。啊，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我们在此休息一会。空中步道我们已经走好了，现在要往神木区去。现在的时间嘛是。11:35，然后到神木区去了。啊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哦，这个神木区，嗯，这好几年前来过了。啊，今天呢，就地重游，就地重游啊。在神木区，西头的神木区啊，嗯，改变了不少。嗯，这里的景致啊，跟以前不一样，嗯，有大大的改变。有很大的改变了。小家伙，我就拿来吃哦。外面的嘞。哎呀，我们这边要从哪里走？哎呀，我前面上来都是我在背耶，很奇怪，我觉得很累，叫外背小。去那边来，跟我那边去。哎，上来从下面上了三个车都来。哇，那棵树已经倒掉了。
今天是106年的4月3号，现在的时间嘛，是早上的11:58。我们到了这个溪头神木区，啊，走了好几公里啊。啊，来，我也要入镜头来。这里是溪头神木区，好几年前的，今天要就地重游。今天是4月3号的早上，我们到了溪头这一带，走走逛逛，来这边森林浴，晒晒太阳，流流汗，非常的舒畅。OK。